对，没有错。因为他来的方法就是都是轮动。轮动的话，你至少要半年。对。至少半年。就是有效期限的一半。对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确实保证那个产品的新鲜度。就算它是 CS， 它还是有一些材料可能会不是那么油，所以那个要废弃一个。所以你们通过你们